长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夏天到秋天那看不会呢，我们缺少这一段时间的兰花，我们的水滩水草，兰花水草用在哪里？蝴蝶兰，因为它是一个保湿度，它可以吸水，保湿度很强的。而这个植物组合盆栽比赛哈，我们是把它定位商业化，我们希望说啊，最主要我们的县政府的帮忙，还有刘淑芳议员的帮忙，能够争取到这一次的经费。啊，我们协会也配合，部分的经费。啊，我们希望把组合盆栽这个比赛啊，哈，我们把它推向家庭化。哦，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我们园艺的氛围跟家庭结合，还有我们希望这一次有得奖的作品能够去媒合，作为企业的赠品，希望把它更大的量化。谢谢大家，谢谢。这次活动呢，商品化组合盆栽啊，不但让学员们呢，在比赛当天自己去我们商圈里面自行购买材料，那让他们充分发挥我们的主题啊，就是定为建县300，让学员可以用当地的素材充分的发挥，这是一个非常有巧思的一个比赛。大家一起来，因为我刚看到咱这个协会呢连续办的，现在已经是第三届的组合盆栽商品化。那它主要是希望说，我们把最精致最美的花卉能够带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而且能够媒合我们企业来把它做成这个伴手礼，这是我最期待的。那因为第一年刚开始可能都在摸索，那第二年县长来看了之后非常的满意，觉得他们真的是让田尾走出去，让所有呢台湾的游客走进来田尾乡，所以呢他今年也特别在经费上挹注了经费来给他们做补助。啊，因嘛是足栽家栽种的县长的这个钱花在刀口上，他们都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这次的活动是真的很有料，还有朱槿花的展示活动还有我们各个这个商品他们到时候这些比赛的商品呢，都可以呈现给来自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欢迎大家来田尾看花、赏花、买花，来田尾吃花餐、喝花茶、拈花酒、拈花惹茶。亚热带国家，印尼啊、马来西亚、泰国，像大家都知道说，石斛兰它的家乡是从泰国引到台湾来的。为什么我们会从泰国引花到台湾？因为台湾的兰属叫彰化县政府赞，刘淑芳议员赞，田尾公会赞。